跑这么远。就是想来个做个背包。来了，你的滋啊！啊！你不要滋啊！玩滋吗？滋啊滋，好，顺解任务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好像要射手。预期。弓箭手。弓箭手。有没有个帅气的弓啊？有有，我自己找到。有没有个？哎、欸，可以做两倍镜吗？哎呦。好吗？中间指甲 ，Happy Birthday！ 是他给我的吗？对啊，真好，直接给你呢。啊，不要！对对对，不，我的手榴弹被吃了。因为我刚刚有三颗丢不完。哦。还有剑啊。嗯，对啊。要被帮我标一下。There is an extended energy magazine here, level four. Crafting. 没有人拿能量。我在做背包。对哈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过来做背包的？对啊，然后我就一直捡，一直捡，一直捡，然后就捡到上面去了。那你也真会走啊！我刚是听到了什么 bug 啊？那个指甲朱古力有哈？怕你没标。没有，那个可以开哦，如果你不够的话。好喂，开。嗯、哎啊，这怎么才两个？就穷啊！还有四到八哦。居然没办法做背包，傻眼。哇，那你只能做两倍镜了。对啊。你可以去旁边开那个啊，开一开就可以做啊。我刚开了一点，这边还有三个、啊，我去找找，是毒来啦！我们在圈边呐、啊，要怕。那个金的大姐怎么捡？有，他没捡被骂。哎、欸，这大店超多呢。还有大店，我身上有五颗，我是金甲。我一个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跟你换，我也是一个都没有。我有十二颗小店。小店我也十二颗。你要来吗？还是找你？大背包哎、欸。大殿五天王等着你们，我们还有蓝背包啊，拿两个蓝背包，好啦，下一个蓝背包我做别的。什么？你要做那个、哦、二倍镜呢？好啊，谢谢妈妈。你要吗？耶、yeah ！可以啦。有学生都打第一季，没有，那是因为他忽然间反过来施打。Optics here, close range。上班族都还很多没得打。你要三倍还是两倍？三倍，给你两倍，耶、yeah ！啊，精灵游侠来了。你游侠比较好用三倍。真的，那三倍。超远，嗯，有十六个小店，打架，进圈走吧，花生进圈那边，
好，反毒哟。火炮是吧 ？Let's go this way. Go go. 这里完全没被收。高背，那也是圈内、欸，要滑上去啊，应该还好。五盾，哇塞，咋了？居然有金盾，好多那个、哦。这个有披萨。你们带热能还是带披萨？外面也都没有人。我热能。我带热能哦，我可以换，我换，我换。看大便。你大便够了吗？我大便是个，我刚好做。打 AZ 发烧。三十小时也太可怕了吧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找人呢？找啊！他们就不来啊！这有个阿公也是打 AD 发烧一个礼拜嘛。我那也是太那个了吧？阿公身体很勇哦。这里被收过、哦，好。欸、对耶，我没有捡到燃烧瓶，忘了捡。你在拿、那個？你要标吗？给你标。我没换。耶、yeah。找人吗？好。这里他们是随便收收啊。远方两个空投。我想要六倍或四八，六倍或四八。怎么那么安静呢？对啊。欸、那里有空投，哎，我按错了。哦，那有。哦，那不是，那不是。是人，哎、欸，我每次都看一看就掉下去。在做东西，对啊，看不到这里。走吧。完全看不到，前面也在做东西。现在他们还叫两个生命线空投，真的哎！现在都这么爽了，六十二。哎，他们下来了，哈哈 ，nailed them， 破甲，好猛哦！好。我要钻到这里面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！他进去了，各位这里有人哦，射中一下，爆甲爆甲，这爆甲，要不要推？放个跳垫就可以推了。爆甲吗？我先放一下。他应该补完了。哎，撞到你的脚脚，我的跳垫撞到你的脚脚，翻走。那跳垫怎么脆弱啦？你为什么要往我脚？哎、欸，这个爆甲，这个爆甲。倒了倒了倒了！喂！冲了冲了冲他！
我中到头了，各位。先打出来。爆甲，爆甲，爆甲！打二四，爆甲，打二四。底下，底下吗？这边有个亡灵。后面好，我看他，他在打后面的。亡灵爆甲，但是后面有人来哦，第二组哦。在上面，在上面，上面有人。新王过来，新王过来。爆甲，爆甲，爆甲！好，走，走，走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上面在弄我们。等一下哦，慢一点哦。修复个图吧。红哥呢？又凉，又凉。看不太到，右边右边，来来来，你底下两只，一只蓝甲豹，我补一下。哎，插到插到插到！呀呀，有人到我们上面了，哎屁嘞！看也中，啊哇，可惜，后门后门亡灵。亡灵破哦，亡灵破掉。亡灵开大哦。亡灵有可能是那个一只的。哦，后面，后面，哎呀，差一秒！啊，有花生，有花生哦！我这里有人，我这里有人，你们继续加油！我自己打，我自己打。啊，这里有人哦！上下左右都跑，我知道，你可以拉吗？我不行，我倒了，亡灵，亡灵，亡灵！哎呀，被看到了。看我！傻乎乎还以为没被烫。啊！可惜。都是都是人呐，怎么打？哦，那组我可以打掉的时候，被后面那组推。嗯。你看亡灵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打那组，就剩他一个人。然后后面来乱，哎呀！我们十二点半了，好的哟。没有你还不是你够吗？那、啊、我继续玩啊！你不是一个小时？好的。Yeah, 没事啊。那你们先玩。嗯。你 Happy Birthday 耶，好吗？还要去庆生呢、啊。对啊。然后去滑玩。爱死东西！我再去帮你那个催促一下那个哦，货运公司哦，怎么这样啦、啊？就这样不行，帮我盯他一下、啊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记错时间哦，盯一下货运公司。哎呦，妈妈生日快乐！好，你们先玩听。啊，宝宝要打，嗯。他被 ban 了就不想来了，不会啊，妈妈走了、啊，你不会被 ban 了吗，波波？